老板你好。哇哦！要吃点什么？两位。你好，你好，走位，走，快点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要吃点？我就喝那个黑啤吧。黑啤。这里没有，你要的东西。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呢？啊，没有这个东西哪里有啊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鸡店看一下。我经常去鸡店的，我告诉你，鸡店除了卖鸡的，就是卖鸭卖鹅的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其实也没有。后面那里不是也有的吗？啊，红的会哪里多少？你说的这个是黑啤来的。黑啤啊，那我这个黑啤啊，你就帮我打过两出来。我按两卖的黑啤啊。那怎么说呢？一泡一泡吧。来一泡爽的。你就给我来一泡哎，来个爽的。稍等啊，来一泡，老板您稍等。